彰化县长跟着球迷高喊 Team Taiwan， 最后一季再见双杀，中华队拿下冠军，所有人都从椅子跳了起来，振臂欢呼，双手拿着加油棒还有国旗不停挥舞，大家都嗨翻了。这里是彰化的美术馆前的广场，所有市民朋友齐聚一堂，死守在荧幕前，全部都在为中华队应援。九局下半，日本最后的反攻，台湾守护神林凯威登场关门，以及往一垒方向的双杀打，让中华队夺下冠军，创造历史，以4-0完封日本。比赛过程中，球迷们的应援口号都没断过，夺冠当下更是激动到不行，中华队也不负众望，拿下胜利。